给中药犬吃个鸡骨架，最终的结局令人万万想不到。中药犬叼着鸡骨架就跑到他妹妹的狗笼旁边了，他这是心疼他妹妹啊，有好吃的要先给他妹妹品尝。既然中药犬一番好意，咱们就成全他吧，把这个鸡骨架拿到他妹妹的狗笼里面去。这只中药犬就是他妹妹啊，虽然颜色不一样，但是脾气秉性那也是完全不同啊。他哥哥智商非常高，服从性非常高，但是妹妹的性格一言难尽啊。他吃起来倒是毫不客气，哗哗几口就开始大快朵颐，没想到意外就要发生。他哥哥那是一脸无奈啊，这不是一个白眼狼吗？好心拿鸡骨架给他吃，没想到他却嫌哥哥在旁边有点烦啊。不得不说，这黑色中亚智商太低了。